哭，为了保护我们被大家围殴，一群小闹闹只会围殴。你是谁？疯狂的龙种和强盗 QQ。 臭蚂蚁，敲爆你这个臭蚂蚁。这个蚂蚁怎用锤的？现在有两条路走，也不知道走哪。哦，前面开始有很多支线，而且地下也可以走了。那我觉得应该还好啦，我们往前面到终点之前应该会有传送。对，应该是走这。哦，王都啊，对不起，马上瞬间走错。这里有那个，嘿嘿，龙树果实。过往的丹丹要补血都要靠那个龙树果实。好的，冲啊！没错，是 PS4 游戏。还记得之前的剧情，我们就是要上去那里王家之谷，然后就被卫兵给拦住了，走不了。这一次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哟，这里也可以传送。那我们就那可以点吗？不管了，我想要去看看呢。灯火之势。不会，我们不会一声不响的离开，我们会好好活着的。药水其实还蛮多的。HP 加100，那很不错啊。是不是应该换一个？完全复活一次。HP 加100，看看最底部啊，有没有可以更往深层的地方走。之前我们这里。对，宝箱是都拿到了，然后我印象中还有更深的，不是吗？不过因为外面有问号，所以有可能还开不了门，还不开不了哦，白痴。这样我们要从哪里走？哎呀，从这里，前面那个点不能传送。稍微多走一步，应该先过去的。巴西巴西，没关系，一小段路程。来，我们用我们的光之丹娜，马上跑跑起来，咻！赶路啊，大家！跑啊，不理你们啊，我很忙啊，还在写作业，帮 QQ。哎呦，瞬间起都跑到这里来了，不远不远。走，一息つけそうだね。哎，走的都累了。哎呦哎呦，禁忌之地来了。一切的真相就在前方。喂，想干嘛？技能，我一个救过去，都忘了我有这招。OK， 龙种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刚刚有说这里的龙都暴气。不过还好，我们也不是好惹的。
哇，切，走嘞，开心开心，明天考试，今天还在看，小考小玩，大考大玩，围坐休息一下，还是要好好努力。这里有个支线，哎，他竟然躲过我的攻击，算你厉害！哇，大大，做啥啊？我们要跟你打。这只龙种是住在圣域中最古老的龙种，好像快死了，所以才失去分寸。不能让你去攻击城镇。最后，让我送你上西天！哇哇哇哇！那个火焰，怎么感觉是我要被上西天了？属性不对，这个才对。哇哇哇！没事，糟糕！哎，怎么感觉没有？他尾巴没动，我们扣血了。哇哇哇哇哇！算你厉害，但是还可以，还不能就此放弃，来吧！硬弹，让他知道我可是丹呐、啊！你给，靠的！出！你给。继续暴气，再来一波！谢谢。最后一层由我为你送上西天，这应该才是疯狂的龙种，真的超疯狂。叮，怎么了？门开了。我觉得就先去吧，因为有没有这一段路感觉不一定会有可以传送的，所以能够先去我觉得就还是先走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灯火之势 Here go。 这问号我估计是在地底的啦，然后我觉得这药水呢可以再多换一些。换超多，今天绝对让我喝爽爽，喝到挂。懒得去复习了，好好读书。最后一道门，对不对？最后了，把，让我们走吧，看看还有什么的困难等着我们。火之领域哦。换 100% 的药水吗？因为就那差那一点还好、啊。灼热之势，省吃点俭用，好不好？省吃俭用。你说现在丹娜还有得望啊？不要这样，丹娜已经很 QQ 了，啊，还是有的。哇，这里的怪还蛮酷的哦。妈的妈的！有一个宝箱，可是，最下面吗？你看这里有一个宝，却看不到。持续往下，
呜、哦！太多敌人了吗？那就让你们吃我一锤！先吃得点。OK OK， 还行还行。米粒碎片。我觉得要打，就一口气来吧。来来来啊！哦哟，哎呦，很会跳嘛，很会跳嘛！来啊来啊，怕你们啊！当我怕你们不成？锤！锤起来！吃我一锤！大爆气哎哦！这个右边的技能真的有好用吗？我们再看一下，因为我记得他好像改过嘛。喷射元素没有，就是这个啊。这里的丹丹很可怜，技能只有四个。甚至，哎，插你家去，吓死我！该收集的还是要收集，收集满满。光属性太快了，有时候这种宝箱有没有就很不好打，打不中。回复药又获得了，跟我斗，回家多练练吧，走。哎，又是这些隐形怪！哎呦，很容易掉下去啊！左还是右？先走右好了。哎，这样也被打到，我没想到先走。因为有宝箱，防御灵药先克，这是永久性增加的，当然就先取得了。话说我们身上的装备是 OK， 就是我们要的。跟我斗，吃我一锤。OK OK， 那锤子真的很爽。有人说属性不对，呵呵，那没关系啊，因为那锤子主要就是强大的力量。对啊。也不对，这个是要锤，哇，我先被锤啦。先干掉这只，再来干掉你。OK， 还行还行，还有一堆。哎，冲冲冲冲冲！一口气干掉他们，没问题。这里怪等级没有到那么的高啦，所以还好。OK， 58等。你在看哪里啊？吃我一锤！说麻的麻的，哦，哼哼，暴气直接打一波。这边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就在守护些什么？是不是一直的